师他们的作品，但是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我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华范大学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展览。第一个呢，我想我们是要推展我们华范大学在艺术方面的重视。那么我们的创办人小云法师，他当年呢，就因为他是一个得道的一个比丘尼，那么他要把这个华范大学建设成为一个人文科技精致的学校，那么有科技的能力，也有人文的这个知能，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那么今天能够在天使美术馆啊，第一个这个名词很好，天使。第二个呢，台北的市中心，我们希望大家方便能够来观赏。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呢，来告诉大家，华范是一个重视人文修养、重视艺术涵养的一个地方。那这次的展览呢，也是我们这次系列展览的第二次的展览啊。那这次的展览呢，集结了我们学校呢有很多不同专长的老师呢，共同在这里展示他们最近的一些作品哈。大家分享第一个，一个大学的能量，有这么多的老师，都跟艺术人文有关系，而且还是有深度，可以有作品，可以连展，这样的一个大学值得大家的重视，也值得大家去了解它。第二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过去多年的观察，它真正展现了华范大学的特色，所以不是为招生，就是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有人文素养的学校真的很值得我们大众或者是教育学界给他非常多的支持。因为所以华范常常在支援周边的学校，当然不止我们学校，他支援非常多的中学，所以我们非常谢谢一个大学愿意把他们的资源跟高中端来分享，然后帮助要去学习了。没想到现在那个华范已经跟那个西班牙那边有双联协制啊，这个我们台师大还要继续加油。当时看到杨伦在那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专业艺术家。那我刚刚问说，你只是回来晚的还是要回来的？他说因为爸爸妈妈的原因，所以想要回到自己的这块土地来。大众怎么样接轨，然后呢走出校园，我觉得黄院长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哦，哎，真的。小型的双年展，因为有一些装置艺术，包括有一些东西都很 special， 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哦，传统的展览不会这样做。我有看到了台湾的未来，我一个平衡，它有一个平衡度，也就是说，越好的音响，它重视的是那个质感平衡性，好，那个平衡性是无价的。其实，认为说学生，对于音响他会这么的执着，可是当下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学生他们真的是用尽全力在拼搏这个东西，好，那没听得出那个音场，那这边可能就没办法听到这样。是不是最后就放校长室里？前面呢还可以用相机来拍摄舞蹈的人的动作，一般在舞蹈的时候是不能用相机的，但是呢，因为他呢有这样子的特权，等一下如果他受不了，他可以补充一下。好，那在这个下方有我们简志刚老师呢，他除了是台湾师大水墨博士的专业之外，他特别另外一个专长，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艺术玩具制作，手工的艺术玩具制作，所以吸引了我们很多大学生的同学来修这个课程。还有篆刻呢，我们有这个李德斌老师的他是书篆的专业哈，也展示了他的一个篆刻的作品。特别他的篆刻的作品不是传统的，他还包括了很多的图像校型，都能够结合进去，产生一个现代感。好，那这个呢是我们林万世老师的作品，他虽然擅长于当代油画，可是呢他的作品也非常的简约，具有东方的意趣，所以他把东西方的元素都结合在一起了哈。那叶玉兰老师呢，他用装置的方式呢，表述了一些那个某一些政治情节，好，那这个暧昧的政治情节呢，让人家呢好像这个会心一笑啊，或者是感觉呢，这个有一种
有一种那个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感觉了哈，或者是一个中各自解读了。好，那这边呢也有我们聂慧妍老师哈专善于人物工笔青花瓷的那种人物画的一种效果哈，不同于我们纯水墨的那个效果，特别的有一种清雅的味道哈。还有洪昌武老师啊，他用文字跟图像结合在一起，表现那种古雅的感觉也很吸引人。连建新老师呢，他这一次呢不提交他的油画作品，反而提交了他的水墨作品，来赞同呢华梵大觉水墨可以走向当代化，所以呢他也用他的魔幻写实的方式来画了这个水墨画来一起参与哈，也相当精彩。那右边写一个造型的形，来表现道家的大象模型的这件作品就是我的作品哈。另外那个空间呢，就是有我们蔡瑞成老师呢画的非常优雅浪漫的海边的意象，以及左边我也是写了一个形，个光跟形的感觉呢，写了一个作品，很吸引人的装置呢，就是我们简志刚老师的作品哈。他除了平面的水墨之外呢，他又渐次呢把它演化成一种装置，然后呢透过光影来表现出一种装置跟水墨结合的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哈。那这一区呢，右边的沙发区呢，就是刚好我们可以欣赏我们的时尚喇叭哈，科技跟艺术结合的这个一个成果哈。那希望大家待会呢，我们自由交谈的时候讲一下，定名为位外之位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两次的展览并不是随意的拼凑，而是它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而这个核心的理念。其实第一档的新六艺以及第二档的教授联展都在诠释一个新禅学，而这个新禅学也就是我们定名为位外之位的原因，因为位外之位